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公司好多事儿吗？我累了。怎么这么累啊？没睡好？身心疲惫，这年头男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啊。别那么拼命，身体是自己的，你这样看着心疼。说不定哪天啊，赵二好收工了，那也好，一了百了。不许你这么说。我要你好好的。我去给你拿拖鞋。那别动，别动。那让我搂会儿你。哎呀，我就愿意这么待着，放松，舒服。别闹。新换的衬衫。放心吧，我给你买的衬衫有一件一模一样的。聪明。行，那这衬衫归你了，随便糟践。你也是我的，我随便糟践。认识吗？兰心，公司三个月前新聘的设计师。公司以前的设计师不都是男的吗？哎呦，那是以前了呀。这个兰心啊，32岁，单身。话说这个年纪的女人嘛，应该是很恨嫁的呀。你知道吗？女人一过了30岁，那行情就大跌了。这照片哪里来的？家里电脑里的，修电脑的时候给蹦出来的，说是病毒。就是病毒呀！没想到这个狐狸精啊，真的去勾引你老公了。小强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病毒必须要立即杀绝。这种办公室恋情，火是包不住纸的呀。哦，不对，纸是包不住火的呀。哎，总归会露出来一点的。但是单凭这张照片，你们家老刘啊，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出轨的。天下男人的绝杀秘籍，就是打死都不招，除非你捉奸在床。捉奸在床，那我想干嘛呀？我又不想离婚。自从我嫁给老刘，我一门心思就是这个家了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在外面会有别的女人。那天我看见这张照片，真的晴空霹雳，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办。我知道的呀。对你来说，家比天大。可是这种事情你也不能不管的呀。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婚姻，不惜一切。对的，不惜一切，让小三去死吧。喂，小强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看见这两个人啊，一前一后的走嘞。我现在就把那个兰心家的地址。
我们家楼下，我们家屋顶漏水，我能进去看看吗？那你该叫物业一块来吧。好的，那我去找一下物业。那算了，既然你都来了，你进来看看，看是哪儿，是不是我们家的问题。好的。换双拖鞋吧。啊，我给你拿。你穿这双吧。好的。你们家哪儿漏水啊？主卧。啊，那你等一下，我把主卧。我收拾好了，不过我看了没地方漏水啊，要不你进去看看。谢谢你啊，我还是去找一下物业的人。不客气。呜！认识你，007，修电脑的，你怎么了？你去我们家修过电脑，把水洒到电脑上了，然后用吹风机吹干了。我就是那个大姐。干嘛要把自己打扮得跟鬼一样啊？你也住这儿？嗯。你住八楼？嗯。你到了？啊！电梯都响了。我女朋友不在，
他要是看见了，我怎么解释得清啊？你赶紧给我出去！你不走啊？你不走，我可报警了！干嘛？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了，大姐。我向你保证，我那天在你家，我看见的那些不该看见的，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这样我给你立个字据。你家是不是有房子要出租？是啊，我刚才就在下面贴广告呢。 在电梯里，我被你一吓，我那些什么浆糊刷的，我全落在电梯里了。你不用写了，你写的这个东西也不具有法律效应。我要租你的房子。你给谁租啊？我自己租。大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住那么大一个别墅，你租我这个小破屋干嘛呀？我放东西。你要放什么？我遵纪守法，违禁物品可不行啊。 你放心吧，我们家是做服装生意的，你心里也明白，我老公在外面有小三儿，现在正在跟我闹离婚，所以我想，我在我老公公司的那块业务，我要独立出来单干，所以我着急要找一个房子把我的货先囤起来。 啊，原来你们家是做服装生意的。等一下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你可以留一个底儿。请你放心，我也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。你化成这样，我也看不出来谁是谁。 你们家做男装还是女装啊？做女装的。那你身上那衣服是你们家的吗？这些都是。啊，原来你今天是去走秀了。哎，你这装不错啊，还挺前卫的。那个是我女朋友，长得挺漂亮的，身材也特好。她要是穿你们家衣服，应该挺好看的。 以后你们家要是有什么新款能送他两套吗？哎，给个出厂价也行。放心吧，每一季的走秀款都先给他挑。其实那房间租给你也不是不行哈，但是我那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给人住的地方，我不能按照仓库的价格给你。你租多少钱一个月？ 那起码也得1500到2000吧。我给你3000。我带你去看看那房间。房间我不用看了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咋那么爽快呢？行，你爽快，我也爽快。这样吧，你要是嫌那个房间小，我这还有阳台，这阳台我空着也没用，他也可以给你放衣服。我给你看，来来，你过来。 我这阳台面积挺大的，平时我也不放什么东西，最好的呢是它这个朝向，它是西南朝向，所以中午以后阳光照射的时间特别长。你要放服装的话，不是最怕就是潮湿吗？这个问题绝对不存在。哦，对了，但有个缺点，就是和隔壁那个阳台离得太近了，而且中间那还有个石墩子，人家一翻就能翻过来了。 我不会翻的，我绝对遵纪守法。